六锁。Yeah. 哇！说要唬你一次，单调寒霜，逆着打，还我单调。哪有这个？傻眼！哎，塞龟，好塞龟，三台，逆天的。傻眼！六锁。你敢打？他打了，快打！哦、他打了，对不对？先接着打。他打的，原来如此。不然有点怕怕的，你看都没打。这你敢打？真敢打！看来不是红中，是别的。另外。这么小声，是不是心虚？害怕，是不是心虚啊？还是什么虚？嗯，还是什么亏？肾虚、肺虚、气虚、肾虚。哎呀，哦，六万。先删掉一招。八万。怎样？嗯。现在如果单调红中，那最漂亮。不是。哦。哎呀，八万。干嘛？发生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没拿好。怎么踢踏舞的声音？没拿好。干三张了。没拿好。六条。踢他一波。嗯，刚那个是虚幻，打什么呀？请问虚无所是哦，是吗？二所，哎呀，花鹅，慢一点，八饼，慢一点，我不单骑鸟，不单骑鸟，鸟不单骑鸟。哇，死定了！死定！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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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价嘞！整个都买下来了，特价还不买？可以吧？七万，你要吗？不要，绝对不要。对，无所谓。一人一只鸡吃，你还有一只鸟吗？我没有了。对，干！哟，太阴险嘞！太阴险了！你真的很会追，杠上！你厉害，你厉害！刚刚你怎么干大红章？两张，你怎么干大红章？刚刚就警告了，刚刚就说他现在听的话很漂亮，好厉害，好吧？因为我没有别的可打了，啊，一瓶，一瓶就可以打。我应该打一瓶。啊，好会玩哦！你看，只是没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，有坏心的人，真的好坏。欺负不义的人，中了，该放下了吧？各位，早就放下，大家狂打我，妈的，更没更没人在理你。中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原来是我放不下，对，有心事。右手，放不下各位，治疗，二手。一锁，二万，一万，嗯，二万，八万，二，四点，一万，九万，哎，一万，七，八锁。左边，北啊，九万，手机，六，七手，五手，
充。哇喂！是吧？哎呦，六，吓我一跳。摸不到。三手。嗯，过一次，过一次，过一次，好棒哦！放下，放下，没有人在玩那个了，没有人在玩那个了。三台，三台吧，单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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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台而已，单调一台了。没有骰哥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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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骰哥，对不起。难怪我快放了一下。对呀、啊。你南牌姐，小梁问说，自摸吊牌通常不能胡，但如果是吊花补起来自摸呢？首先呢，为什么会有自摸吊牌不能胡这个规矩？其实呢，是因为要防止某些人作弊，例如说他可能手上有长牌，掩饰他刚刚换的那张牌，哦，所以会发出一些声响嘛，所以才会有人规定说，例如说，吊牌不算，或者是敲到不算。但现在大部分的场啊，因为作弊的人也不是占大多数嘛，但是有很多场都是吊牌不能胡，或者是敲到不能胡，靠到不能胡，或者是头上有蚊子也不能胡，哦，通常都是输不起而已，所以没有为什么，就是遵守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